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何珊，很高兴今天我们台股再创历史新天价，也很高兴何老师所选的标股跟得上大盘的速度，联电今天创20年的新高。在这一段经营联电的过程当中，我不离不弃，449的故事一路到今天，很多人佩服何珊的勇气跟何珊的远见。之所以我会如此的经营，是我看到未来。今天很多人看到联电六字头了 ,61.8, 不由得想起这一段经营的过程。如果没有珊珊在各位的身边，你可能已经多次放弃了联电了。当上个礼拜四整个大盘大翻盘，何珊有跟各位说我保留什么样的股票，而我加码什么股票，唯一没有卖的还持续加码的就是联电。而礼拜五我也跟各位昭告，我们手上有些许的现金，我开始重新布局了一些标的物。当天一大早我也跟所有的粉丝我说，有一档股票我已经全收了。当礼拜五的节目当中我已经公开各位也看到了，那就是联家军的系统。而这档系统在礼拜五傍晚的时候，我也把它完整的po文全部放在我的 LINE 首页。很多人看到系统的po文，不由得才想起一个很认真的分析师，能够在每一次的关卡当中找寻市场上最勇猛的标的。当然礼拜五我敲进的系统当天就亮灯涨停，今天一张开眼睛我们迎接的第二只亮灯涨停。我常常跟各位说，何珊的股票你不要急，不动就不动，一动真的非常的惊人，而越到涨停越买不到。亲爱的联家军发飙了，两只涨停。我想今天很多股票涨停，讲涨停也没什么了不起，但是一位分析师的执着，一位分析师的选股，从他的经营理念当中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。今天系统连续第二只亮灯涨停。当然这个时候很多人会说，真的差一秒真的就买不到，更不用说差一分钟。上个礼拜五我如何去扫系统，如何在礼拜五赶快把它的前景跟各位讲。我说系统它是联电十大股东排行榜前面的，也换句话说它入股联电成分非常的多。而当我看到联电他礼拜五，我已经跟各位说他是非常帅的公司，直接跟各位昭告，我从现在开始到年底没有一张单子我不能再接了才能买到报，并且我七月份开始我要调涨价格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有什么样的公司能够如此？很简单，因为商机来了。我曾经讲过，有大商机就有大钱财，而股市的大钱财就反映在股价上面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你要一只吗？好好想想这一段何老师经营的过程。我有两个粉丝官网，你一定要加入，一个是 LINE， 一个是 Telegram。 LINE 是小老鼠 QQ33， Telegram 是股市富坚经过 QQ33168， 你都可以找到我。这两个粉丝官网的差别是 LINE 的部分在首页常常有个股的研究资料，请你记得务必立马加入我的 LINE， 因为今天晚上七点有一篇很重要的 po 文还有 po 图要与大家公开，希望你能够抢得先机。到底是什么样的股票，何老师会现在很急的告诉大家，务必把我的 LINE 加入，今天晚上七点你就知道了。
还有一个部分叫快捷图示，你要收听广播收看 TV 直接按了把你连结了。看到个人部分盘中及讯息盘式演变个股的操作，李周 TV YouTube 节目在傍晚都会与各位分享。今天的大盘又照着本间 K 线的规划一路喷一路飙，很多粉丝今天会再度告诉我，何老师你本间 K 线真的是太神奇了，画线给大盘走，亲爱的，跳空开高，开高，走高，开盘就是今天最低，收盘就是今天最高。我们台股今天再创历史新高 ,17572, 而今天这个大盘以一根实体大阳线直接的猛爆。而今天这根实体的大阳线有留多方缺口。而这样的格局当中，各位看到这边是各个类股的权重，尤其是电子跟金融这边都有做表态的。而礼拜五我讲过，当天的 K 线叫做反拖走涨大阳线，而这样的一个 K 线量，我说伴随的非常漂亮，当天也是一个收最高的一个做收。我说这样的一个走势已经道尽了何老师跟各位说的，我说当天虽然它有回撤，但是回撤何老师之前跟各位说的17041，而当天我跟各位说已经化解了当时礼拜四的晴天一柱顶，因为这根有守本间 K 线的关键价，而在测这边低点的时候有守立马缩脚，这叫做标准回撤再涨格局。讲到这里够标准回撤再涨格局，今天你要再看这个价钱没有了，亲爱的同学，我当天说显示爆量下杀为主力高档卖很多涨多的股票，所以礼拜四是这样的格局，那么礼拜五回归电子，台股将重新续航步步涨，主轴在各龙头电子 IC 设计记忆体面板车用等等等。而当天我给各位的关键价是17308，很显然的今天开盘直接嘣越过了，而形态高档横盘，所以今天大盘再度的猛爆了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今天大盘一开盘直接越过本间 K 线的关键价，当然今天的格局更为漂亮，各类股量价齐扬，配合得很好，而电子权重领军攻坚，步步喷。而当时我跟各位说这一根的大盘的线转中继再涨，所以当时如果没有看到4月16号何老师 PO 的，请你们好好注意了，当时我说这根线的出现在第二天次二日，我就宣告了我们的大盘转中继再涨，并且等幅比例的飙涨。而注意了，大盘既然有一个多方缺口直接攻上去，那么今天形态它叫做猛爆攻顶，因此明天给各位的关键价是17475，明天无论开高开低守关键价就会继续的猛爆。这个形态非常强烈，多方讯它是跳空上开，而第一个它留多方缺口，第二个它已经吃掉上周四那根6000多亿的高档的大量的那根黑 K， 所以这个形态非常强烈，多方讯。而这个时候很多人要来拜师啊，跟我学为什么会有等幅的比例，请看4月16号我在节目中讲过这个，如果没有请你到我的 LINE， 4月16号绝对有这一张图。当时我讲过当天的形态大阳线猛爆，我说若以等幅比例，这边第二天我就宣告了，若以等幅比例涨幅满足点可达这个数字，我说这个数字并不是要号召各位到哪边到哪边，而是以本间 K 线的形态学计算，仅供参考，请勿复制哦，对不对？喷到这了，接下来这个大盘要如何的喷？我要先给各位一个概念，当大盘还有机会创新高之际，你的机会在哪里？你有没有胆识买股票？如果不知道标的在哪边，也没有胆识，何老师助大家一臂之力，亲爱的投资朋友。台积电涨8块，
610，联发科1070，1070块涨35块，联电今天金建六字头涨4.8元，61.8元做收50万张啊，50万张，大脚就是喜欢来33家，佩服了吧？我虽然是一位小女子啊，但是我的股票大脚总是喜欢来我家，亲爱的朋友，金建六字头，鸿海跌1.5元，收117.5，郭老板加油！台湾航空母舰真的起航了，今天继续稳健的续航。我想礼拜五已经讲过了，台股燃起新契机。礼拜五台积电反打前三的 K 线，我解释过了。今天了不得了，日 K 二连红，有量有价。那么接下来，掌声鼓励。20年了，很多的股市的前辈为了这档股票套了20年了。今天你们应该拿鞭炮出来放，你们应该为自己的勇气掌声鼓励，因为和珊在这个波段当中一再的告知你们不要乱砍联电。我看到的是很多的利空都已经消化完毕了，当阿多仔再把它砍到速速狗，我想今天你回头一看真的很没尊严。何老师苦口婆心的力挺各位，就在这一波449的行情一路带大家奋战，从这一段的过程当中我不离不弃。今天换回来是我拯救了很多无数的股民20年解套。金建六字头，滚量50万张，阿多仔都喊到7多多，我用他喊了，都来到6多多了。我只有一个标股，大脚等于喜欢来33家与大家分享。这20年的心路过程，何珊能够体会，但是这些老前辈能够在近期或这一年或这半年认识珊珊，真的是你们的福气啊。这一段经营的过程，礼拜五我很自豪的跟各位说，联电终于站上57元，和珊这个57标了很久了，当天就收57。珊珊喜欢金元二哥的个性，他直接宣布不接新单到年底，而且七月份的订单他要直接调 10% 到 20%。 57的故事，449的故事，4月22日台股乱成一通，6000多亿的量，和珊宣告唯一不卖还加码买进的就是这档联电。如今看来，珊珊的智慧财产权，珊珊的脑矿，很多人都想要来挖，欢迎大家来跟珊珊结缘。4月20号的联电连续多星57飙了很久了，4月23号联电真的突破57，收盘站上57，3个月的大量，我讲过了，大脚就是喜欢来我家。今天大脚还是挤爆我家，因为我家风水好，我家常常都有稀宝。这档联电创20年的新高618，今天这根线它所代表的含义是猛爆段才开始而已，因为57我期待它很久了，礼拜五收盘站上之后形成一个猛段的喷出，449到这一段和珊没有一天抛弃联电。449到今天 61.8 等于 37% 的涨幅。人生有几次的机会能够赚股票赚到如此的风光。这段的心路过程当中，何老师看到的是未来，
我总是站到各位身边告诉大家，有机会你就买联电，有机会你就买联电。但是请问又有多少人能够听得进去？因为你们眼光太近了。亲爱的，618.61.8，你要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会继续呵护下去。一只涨停，两只涨停，哇！老师，你的股票不但很会飙，量都去你家，大脚都去你家，还有涨停去你家，哎，请看系统，今天第二只涨停，不用各位来抬轿，它自动一下子就锁涨停，锁到收盘。4月23礼拜五，礼拜四的惊魂未定，何老师很镇定，我股票早就挑好了，一大早这个点，所有的会员全收了，终于亮灯涨停。这档股票创十年的新高，是联电前十大股东之一。这篇的 po 文在礼拜五我都 po 到我的 LINE 的首页，看到人都对他非常有信心，才会造成今天的系统直接没多久就锁涨停。一个分析师他的见解，他的选股，你们看得一目了然。联电带领的所有的子弟兵联家军已经在飙了。所谓的飙是告诉大家，当股价往上面涨，你的财富真的又多了。这档股票你喜欢吗？很多人今天都开始认识了系统。我说过这档股票适合大中小资金，而小资金的能够一手价买10张，一手价买50张，你能够在股市里面当大户。礼拜五创十年的新高。何老师说这个线我解释过，我买突破买爆发，一买涨停板滚量。今天了不得了，继续喷到外太空，连续两根亮灯涨停。涨停总是喜欢来三三家。现在很多人真的会应验何老师说的，越到涨停越买不到。当然飙股只有这一只小 case 啦。今天何老师在做什么，请看这个盘中贴给所有 Telegram 的粉丝看的。而当时早上我就是要忙这档股票，这档股票早上我们家族全收了。当时我也跟各位说，它有可能复制系统倒数计时。这档股票到了收盘呈现什么样的状况？放大图，差1.5毛亮灯涨停。但是不重要，这档股票我希望号召所有的人好好来认识它的题材。因此这档股票今天晚上何老师会在 LINE 的首页完完整整的大公开，不但大公开这张图股名给你，还有 po 文，还有内容，并且还有这一张技术分析。这张我会在 LINE 的首页标它的技术分析，所以你们此次没有赚到这一档叫做系统两只涨停板的，请你们好好把握这一档。我一大早就在收这一档的股票，这一档的股票到了收盘这个样子啦。所以这档股票请各位立马加入我的 LINE， 我在7点钟会 po 在我的 LINE 的首页，你们好好去看一下。而且不止 po 图，还有 po 文， po 文还有包括它到底是做什么的，有什么利基点能够在三三小女子在这边号召之下喷出。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我希望大家在每一次卡位当中拿出你的执行力，拿出你的勇气。人生有几次的机会能够赚股票赚到如此的风光，这所有的一切珊珊都帮各位做好功课了。最重要是当时礼拜六礼拜天的节目，很多的股票我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，那些所有的股票你们今天敢去买，每个人都赚大钱，对不对？维新一闪一闪亮晶晶，就给他喷嘛，就是喷啊。
就这样涨啊。那天我说一张都不卖，对不对？就喷嘛，两条线画好了，对吧？有没有？有。第二只红，明天我还是要看18300。明天非常的关键，希望大家好好把握何老师的资料。最重要，今天晚上7点，我的赖首页这一篇的 po 文，包括刚才那一档，谁会复制系统，而他有什么题材，何老师一买，为什么这么多大脚都会进来？你们好好晚上7点去看那个 po 图跟 po 文，还有一篇研究资料。这边就是何老师与大家分享的联家军概念股。联家军横跨晶圆半导 IC 设计、网通、车联、PCB 控制 IC 等等等等等。如果这些股票你不会做，不知道买点，你赶快想办法来霸占33。你霸占33，就有机会在股市霸占 LV 的标股。祝大家做股票天天一直赚。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